那好多个呢，譬如说我挑大一点的 8.8 按下去就会呈现这样子的状况。然后呢，正央红色的，耳部橘色，好，因为 little star， 好，所以那个星星就是正央咯。然后呢，有杂声，然后很多圆那个呢，基本上是正央的位，耳部侧站的位置。那有时候你这里呢，你不知道选哪一个，下面有不同的颜色，你滑鼠往下拉，像不同颜色那个红色代表它的讯号看起来比较准，比较不会失真，比较不会呢它的仪器怪怪的，用起来怪怪的。来，那我直接用红色，因为它红色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近，它的画面应该好看。罗东高中，好，所以呢按下去的话，很明显的，像刚才我弟在播嘛，你在这里可以放大缩小，可是我没有打算你在这里弄哦，你就叫做下载。那下载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样跟怎么样。那么我先把它存在暂存区喽，然后等一下我就把它解压缩。然后这个软体你回家可以先尝试装，因为它先装 Java， 然后之后才去下载它才有用。总之这里就告诉了你一大堆，你要跟着里面去做，然后里面也有说明，好吗？好，那个真的要练习装装看。那么呢，我这里下载好了，我就把它给打开咯。打开呢，记得你的 Windows 现在都叫做什么内建解压缩，我的 Mac 又有安装其他的也内建，不，我因为装了其他它也会自动解压缩了。所以刚才的 IP 档压缩档你要记得解压缩哦。然后呢，我要去处理它，处理